大公报18日社评指出，香港专题特首林郑月娥今日将会见传媒，故将明确撤回修订，并就事件向市民正式道歉。由于大公报立场轻中，且与中联办关系密切，消息一出，香港股市大受振奋，恒指造盘涨幅逾240点逾零 91%。 大公报今早社评指特区行政会议今日休会，特首林郑月娥会见传媒，估计将会就明确撤回修订移交逃犯条例有所宣布，并将会就事件向市民正式道歉。另外，无线新闻今日报道，据了解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初步计划下午召开记者会。Yeah.